That's right. 最近呢，我看到这个报道了，就是说过量的使用牙膏对身体有害。啊，不会吧？我平时的刷牙都是挤满满的哦，而且每一天都要刷三次哦。可是这个报道还说呢，有一些成分是不安全的哦。那怎么办？有什么成分不安全的？我不晓得，那专家来为我们解答吧。